我们 HOT 与 Beauty Life 的游戏媒体平台合作签约仪式即将正式开始。这种新创产业有没有一定要赶快打响名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魏倩，而老板来开会，他就这样给我跑。全世界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弟弟妹妹的事。妈呀！他爸妈走了之后，魏倩坚持靠自己扛起来，还好为了小宝小雨离开那边。都没有人会心疼大哥，我们都很心疼你哥。魏倩，我哥身体怎么样？开刀不打麻药，很帅哦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总有一天。我会变得更强，我想保护你。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，身边还剩下那个不离不弃的，是幸运吧。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还可以当什么呢？在你身边的感觉真好，在哥身边感觉不好是怎样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哥，你干嘛下床乱跑啊？我的世界只为了那个人绕着。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男生的事？你知道那种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感觉吗？装一天倒还好，你试试看一个月、一年，甚至是好几年。我们好一点，我这辈子会倒贴，只有一个人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哥，你有想吗？我也痛苦啊！不要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，我这一生的轨迹，用魏田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但我没有要让你负责啊，小雨，对，你一直都会在吗？下半辈子让我照顾你好不好？我并不傻，是什么在发芽？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，你还想当什么？魏志远，我说停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哥要做，要你做。哥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小雨，你不会是一个人的。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可以照顾你跟小宝。小雨他喜欢男生，该不会小雨喜欢的是你吧？我喜欢你。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你们是兄弟，搞什么鬼啊？哥，听我说，对不起。全世界只有小雨对你这么不领情。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，我对你喜欢和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这个决定可以这么轻率吗？我必须要想到未来吧。他的未来没有你。你愿意吗？小雨，魏哲，等一下。你来找我是因为你觉得愧疚吗？还是因为你在乎我？魏哲，我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